你们想知道马来西亚的高官贵族冬菇他们是吃怎么样的猫山王榴莲吗？走，跟着我来看看哦。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看马来西亚的猫山王啊、果园，而且呢，它的果园呢是完全是啊、有机的，所以我就带大家来看看。因为榴莲大家都吃多，但是真正好的榴莲，真正是没有农药的榴莲，你们看过了吗？所以 Let's go， 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呢，它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的啊、漂亮，而且呢啊、是马来西亚呢一些王族哦，他们要吃榴莲的话呢，他们就会来这里。因为呢，他们的榴莲呢是完全是有机的，所以王族呢也会安心的吃。Let's go， 来到我的朋友伊琳的有机果园，现在是榴莲季节，所以我们来他们的果园吃有机的猫山王榴莲。老公呢还是第一次，他说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感谢伊琳邀请我们来他的果园吃猫山王。200多，接近300一个啊，这也是有榴莲的。那他们很厉害啊，他们每天早上就下面吃。那边有榴莲树，哎呀，红毛丹后期哦，红毛丹后期后期咯，都是新种的，刚刚啊、才种下去的，插秧下去的。弟弟，这些都是弟弟全部都是黑期的呀，啊，老林他水黑期，今晚种的，最新品种，这边5年啊，黑色。好啊、下面的又是黑色，即将来我们要把这里重建一个高脚屋，高脚屋啊。无农药的，Nanas Madu MP2 啊，黄梨 Pineapple。徐先生来雇我们的这个榴莲树，啊、帮他做 treatment。这棵就是石头，天时地利人和，正产正整个产的，石头。好的磁场来的风水，它这个因为它这个石头有矿物质，我也是听专业人的人讲，他讲这棵树以前是很好吃的，我有吃过它的这棵啊这棵榴莲，这个风水就是要山水长林啊，最少有年龄30-40年了，这棵树这个海拔很高的，就是这个树啊，这水没有毒的啊。他用的这个可以喷手，他这个不是农药来的，他是无化肥的啊，希望他可以救生啊，就是看要看这个专业人士。假如是不去救他，他就枯萎了，那就很可惜，放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其实心思也是是这个原主的心思来的。他对这个东西，他就是很爱护这些树，但是我们自己没有专业，现在我们请一个专业人来，就是希望他可以帮他救醒他吧，救。
来选择我们要的品种的榴莲。我选的D24青苹果、猫山王还有主角，好香哦。它们的功能呢，让我们先试试猫山王。 Sam 呢吃的后说，太好吃了，好新鲜啊。哇，这个开榴莲神器真的是不用费力，好牛哦，好美，好新鲜的猫山王。哇，我真的是饿了2年没有吃过猫山王。饭可以不吃，但是猫山王不可以不吃。这一摞榴莲呢，是我精选出来的。没有农药的榴莲，熊鼠才会吃；有农药的呢，熊鼠是不会吃的。我们呢，又试吃青苹果，是一种新的品种。哇，青苹果也不错哦，肉甜，肉质细滑，我们都喜欢吃。之后呢，我们又试吃他们家的有机凤梨。广深分享凤梨它的好处，它的营养价值高。哇，很有凤梨的清香，很甜，不会吃的有渣，很好吃。之后呢，我来试试看还会不会开榴莲。哇，原来呢，我的宝刀还没有老哦。我们今天的猫山王之旅一个游，我在这里呢要感谢伊琳还有她的儿子广森。今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我们除了吃，又能够体验到农家乐，又可以买回家跟家人一起享受，价格呢可以吃又安心。我们呢还顺道经过了旧王宫的遗址，我们在那里拍照打卡。哇，这里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特色的马来西亚风味的古色古香的旧王宫，不知道大家来过了吗？那么我今天的视频呢就呈现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那么就请给一个赞，最好最好呢就是 subscribe 我，这样我有新的影片上 YouTube 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留言。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系啊，同埋你睇到冇啊？依家嗰度已经系有咩啊？有云海啊，所以问啊，我们来果园啊，我们一定要啊喷啲车啊那个蚊怕水啊，喷啊！我都俾蚊仔咬咗啲。你多不咯？多不咯？啊，我卡杀都应该是啊，不输安卡飞机。哎，先我俾到 pagi ini saya mesti antar datuk dulu. Datuk pasti lah. Mesti mantap sebelum pukul 12. Ya ya ya. Lepas pergi. Lepas sana baru saya pergi. Satu jam 45 minit mau sampai sana. Kalau tak ada jam, kalau jam 2 jam. Datuk pasti lah. Pasti lah dulu.依家我想巴士去出發啦，不過去阿拉達曼薩拉先進去你嗰度啊。巴士啦，嗯。嚟嚟嚟。係嘅，士巴士，士巴士，紅色嘅，黑色嘅，所以我係點？紫果係真星星。係啦，一個星咁嘅貓山王。